我知道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说你不要走，那会儿他就是看到他会上来了。是的，他会不会就张嘴了？张嘴才会出来的，对吧？那我就这样，我就张。我说怎么都看不到我的表情呢？通常剧里面的那些男孩子抱不起来女孩子，不是很多花絮吗？哦，对，那天那个场放心的，爹长了，后面有个叔叔啊。你过去那个叔叔他已经跑开了，我太难了，他可能接不住，让你跑开。前车之鉴，前车之鉴，叔叔啊。没事，他去哪儿我接你啊，没事。昌毅，你疯了！推他就行了，我没有劲，就是想去推他的感觉，身体细到这儿啊，你细到细到这儿，他没有，不然我干嘛给他交通，全家都不来院给他吸去吧，导演说会发吸去，我想起叮叮叮，我拉开的时候你要注意我吗，我一在后来松的时候你要吗，消耗一点，晚上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。啊？要多吃一点。
每顿饭一盒番茄牛肉，一根黄瓜，几个鸡蛋。啊，我就吃的就是营养很蛋白质，一盒番茄牛肉2两，我差不多够了，再来几个鸡蛋。我觉得你这个年龄啊，不要再一直减肥，该吃就是。来个人，来个人，拉下六份。我在南京吃了一个，还吃了一个西门子。当地的鸭血粉，像那样的吃了之后发现还是红线的好吃。因为前天他们叫我去吃嘛，吃东西我就晚上吃了烧烤，到不到说，范范把你那个右边嘴里的东西吐出来，我说不好意思，我然后没有吃东西。现在还在吃啊。剧中的顺德仙姬是这样的，杀了他，杀了这罪徒，扒了他的皮，还能不能算数？除了谁也不能左右师傅的心。剧外的顺德仙姬是这样的，好高手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假的？哦，后面打到了，原来。好，再来一个啊。是吗？真危险！好，一二三，走吧。吴娘，吴娘，再来一下，再来一下。你是跪也好，是蹲也好，半蹲也好，腿啊，没关系。我们再来，一二三，是吗？哇，起身，洗手，断。都是不是饭？我再低一点啊！一二三，走，小姐，走，站起来。关注花花酱，花絮看到爽。